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寻找意义的旅程案，第一次的战斗，好，第一次战斗，那个怒犬升华二的关卡啊，基本上消除武力上的某些腐蚀就可以造成伤害。水、火、木，相克属性就对了。水、火、木，我现在火的有，所以我火的先来消好了。水的没有嘛？木的有了，火是也有啦，可是没有斗在一起就算了。水，基本上关卡不难了、珠子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了。共生，哦，就是一样用全体攻击打，跟升华一差不多。因为不要把它血量打歪啦，你要打自己也是可以的，不是不行，只是说。打完一只要打另外一只啊，然后打另外一只这样。OK。回望，对吧？很简单吧。六粒星，六粒暗，六粒星，六粒暗，有二十，我们还缺暗哦。现在我先整理一下我们台面上的柱子，我把星的稍微兜在一起一点。我的暗，我的星，我的，我的心真痛啊。看，按钮了。我怀疑他是故意在折磨我就对了。好，我们不要太如果那个看。太扯了啦！你最好再给我天降哦哈！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来了！好，六粒星，六粒暗，棒！有一点点小小的危险，不过技能应该是可以开下去的哈、这个升华二、好像有点小小的惊险通关。好，升华二完成，等一下再来为大家尝试升华三的部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